早上的空气真好看啊，五点半的天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早还是来把牛喂一下啊。喂完牛，估计还要去看一下那个窝子啊。这已经打了第几天的窝啊？哎，但是鱼不多啊，不多在里面。石头拿那个相机放下去了。草鱼是有这么大一条，鲤鱼这么大一条啊，就是不咬钩，估计还没进窝啊。打了三天的窝，这个鱼很精哈，越大的鱼越精，估计。啊，第三天去了多少玉米啊？去了半袋玉米啊，几十斤枯。没钓到一条像样的鱼，那真划不来。是吧？先把牛喂好啊，等一下估计还要去看一下有没有进窝。睡草喂牛啊，还是拿两根棍子这样弄一下，不用弯腰啊。那个锄头呢？喂牛喂牛，草料都碎好了啊，这只能用这个斗子了，不然碎草的话用那个大斗子好一点。后面的轮子坏了，还没到轮子。一般早上不会拌料给他吃啊，晚上拌一餐。下去，怎么又跑上来了？啊，六千斤，喂完了啊，这个狗天气，一动手就要流汗，啊。那头牛还是把它分开来了啊，那些牛都会去打人家。这个鬼天气一动手呀，汗流浃背呀。喂完了，可以娱乐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啊，等着看一下有没有中大货啊，好期待呀。打了三天的窝，没钓到一条像样的鱼的话，真的划不来。走。